同学你好，可以请你跟我们谈谈你的作品吗？我们的作品名称《时光流》，我们来自南台科技大学。我们主要以几何的造型去用弯折亚克力板材，它是一体成型的方式弯折。我们内部的珠材采用亚克力珠。好，我们翻过来一下。好，取代原本的沙子去做一个呈现，然后制造出光影的变化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同学。